有一个特色，除了它的青龙正水穴在原本的保安宫中间的位置之外呢，爱情包这个庙还有一个特色，他就是因为等一下要去洗手间的话，是在庙的一楼，庙的一楼最后面。那这个洗手间呢，洗手间的前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元辰殿，在一楼厕所的前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元辰殿。元辰殿里面有一个可以转动的石头，叫做时来运转。那可以说，用力压下去，它会更明显。有没有？哦，谢谢，哦、谢谢。哎，按你红色的呢？啊，这个呀、啊，来给你呀、啊，给你。来，想要喝水的、哦、那边拿一下杯子，好不好？不是。来，芙蓉拿。